よーし。完蛋，太久没开，忘记我要干嘛了。哇！三天没上了。早上，今天整理房间，增添了一些设备，
早上十点弄到晚上十点，没啊，当地问题没有解决，没有解决。おやすみ。趁双十一买了一台55寸的电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玩到很大的大熊。但当地部分应该运气的。我也不晓得会不会这样。よし、やるぞ。因为昨天三天前也是啊，很奇怪，三天前都全程都没事，然后关台前打啊，看来预计问题。两万很大哇，这个要很难解释。小夫肯定没看过这么，小夫大概应该看过这么大的。好早。画面现在会停住一下，不过正常。大的大熊真的是蛮大的，呀，哇，超大的，真的超大的大熊。真的肉眼可见的大。代办没完成，它不会变动，就会一直卡在那里。哦，干，讲完就当了，不得。哎，不过我大概知道当机的原因是什么，还是因为我跳出去了。大熊这个游戏好像不太能够一直连续跳出去，就是你要玩就是专心玩，如果中途跳出去，有跳出去干嘛的话，好像就容易挡掉。算了，我整个重开好。时间不给开怎样？大熊，我在好不容易有空开始玩，不要。ドラえもん、のび太の牧場物語、大自然の王国とみんなの家。奥比。啥状况？奥林回来，也没有躺着啊，算是坐着吧，盘腿坐着吧。显卡没有，绝对不会显卡玻璃，绝对不会。如果3060跑大熊还会卡的话，那大概玩什么都会卡了。还好才刚开始，你刚有几率我就没在怕。
为什么自己看到玉兰画面是糊成糊烂？电视叔叔，电视没有。如果接电脑，如果要电视要接电脑的话，我没办法调 4K， 因为三个萤幕的解析最好是同步。对，啊，我三个萤幕其中有一个最高就是1080而已。那如果其中有一个解析太高，我自己试过，结果是很高几率会有一台爆炸的。因为我里面有一台比较旧的，十年前的电脑，十年前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。大熊这游戏好像也不是4K吧？对啊，网络上不是常常会有那种无解的问题，但就是有人碰到了，然后上网问没答案的那种。像我之前还有一个很神奇的问题，我刚组完这台新电脑，然后我想说那就来试试看，就是找之前直播的设定，然后设完之后想要继续开直播，就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这是太邪门了。如果直接播没问题，用 Twitch 播，用 YouTube 播都没问题，但是如果用 Discord 的那一件直播，OBS 就直接宕机，直接秒宕。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在主电脑之前，我的旧电脑是可以用 Discord 直播的，没道理换新电脑之后反而 Discord 不能直播。然后我找遍一堆网络论坛，然后日本的也找，然后就没有，就找不到有人跟我有一样的问题。这问题实在太罕见了。那最后是有群主人帮我找到一个外国人讲，就是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，然后解决办法也是超奇葩的，就是因为我的那个记忆卡是 M2 的 SSD， 然后是插在那个 PCI4 的位置，然后有人叫我说就是解决办法就是把那个4的位置把它拆去3。就不要装在4上面，装在3上面，8对。然后我说真的有用吗？然后说死马当活马医。然后拔去3之后居然真的好了。我真的太神奇了。网友真的太厉害了。从来没有遇过这问题。地瓜好像收了快一天，不收了，完了，别笑人收了。
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用电脑玩游戏。这主机的问题通常就是无解，要么就是等那个官方释出更新档。啊，主机的游戏也大部分比较不会有问题，可是电脑有时候大概问题是千百种，然后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配置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遇到问题都不太一样，都很难解决这样子的问题。我从以前我就很少玩电脑，就有主机版我就尽量玩主机版。のび太だ。ありがと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也才刚当一次啊，刚当而已。前天礼拜四的时候，我去逛，我想说，因为我原本的电视坏掉了，我想说，就是应该说已经坏一阵子，一直想要买一台新的。然后可是我看到的电视，我看到的规格有点贵，我想说就看双十一有没有特价吧。那原本是在看那个。我想说礼拜四我去那个店家实际看一下那个电视的画质，毕竟电视这种东西要亲自看过才知道。啊，结果看着看着突然间就哟西太可怕了。あのさ、そういえば，我只能说不愧是双十一，折扣真的多到爆炸。我把麦拿近一点。夜深人静，怕吵到人，然后家里人，这样该不要近一点？不算大买特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我只买一样东西就送到很夸张。刚好我约也到期了，我手机也约到期了，然后我就去续约嘛，然后续约我就看一下，去5G的方案，因为我原本是4G。我想说来试试看5G 好了，体验一下5G 的速度，因为我也没什么在玩手机游戏。然后我就看一下，599，然后他又有写电，然后店员就跟我讲说现在有零元购，如果用这个599的方案啊，可以选一些零元的礼品啊。我说我就挑了一下，那真的也没什么好挑，因为我感觉我都用不到，我就挑了一个电磁炉。然后挑一套电磁炉，然后那个店员又说，你要不要把那个合约租期从那个30期改成36期啊？从2年慢慢3年，那个再多选一个哦。我想说，多选，反正改半年没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。所以吧，然后我就不是因为我原本的方案是4G的吃到饱，然后可是实际上我觉得，我真的用不太到吃到饱的量，我大概一个月
会用到行动网络大概也就3-5G 左右吧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用 WiFi， 就是大部分去的场所都 WiFi， 所以实际上用行动网络的机会颇少的。哦，然后接着说，然后改36个月的租约之后，又送了一个那个气炸锅啊，结果就是我续个约，然后送了一个电磁炉跟气炸锅。好，然后续完之后，然后我想说，那就去一下黄色鬼屋看一下那个电视的画面好了，因为我也没有，因为我也只是看一下规格，我没有实际去看过啊，我怕那个。到时候看的那个画面感觉跟我，因为说真的你用影片去看影片的话只是看不出电视的差异的，就是你一定要亲眼去看过。那我就看，原本是因为我原本的那个电视，旧的那台电视是42寸，所以我当初我房间是42寸那个电视的位置，我故意就是把它弄成就是只能放42寸，就是没办法再放更大的。啊，结果我想说那就看43寸，因为43寸也差不多是可以放得下的。结果就这么的结果，我看一下28900，43寸，其实有点贵，说真的。没有，其实我不喜欢壁挂，因为壁挂不能壁，哎呀，暂时到，壁挂有个问题是，如果你要弄可动式的壁挂，很贵。对，而且可动式有分3种，一种是它可以微调，就是可能就是稍微弯一下这样子，啊，另外一种是那种，另外一种就是有那个手臂的，有支架的，我那个就贵了，而且你电视越大，那个支架就越贵。如果我本来是43寸的话，也不用壁挂，因为我只是把我原本的电视柜就好了。哦，可是我看到那个价格，就觉得哇，29000才43寸，有点可惜。因为其实29000是可以买到50寸以上，但是我碍于我房间的那个空间，我实在是摆不下我摆不下42或50以上的。よしよし。然后就在我回头，就这么好回头，我就看到55寸。55寸，然后27700，然后它的规格还比我原本看的那台43寸还要再高一阶，它一样有 4K HDR， 然后还有支援 HDMI 2.1，然后还支援那个 ALN 跟那个 VR。我说啊，傻小，我想说比43寸还要便宜，那规格比43寸还要高。它还比较大，然后它比较大台。我想说，哇，超哇塞，怎么办？我心里就当时就很挣扎。你要因为双11嘛，那隔天就没了，隔天这个特惠就没了。我说不会吧？哦，因为促销，双11促销，那这一台好像我讲了，我买的是那个Sony的那个 KN X585K。是今年出的，啊 ，JVC 我不考虑，我有一点点品牌信仰啊，我知道 Sony 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有真的有一点点品牌信仰。像我家里人就是像我爸就是那个国际牌牌的 ，Panasonic 牌的，那我就 Sony 牌的。而且如果要再更大，我可能就真的处理不来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就心摇一狠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就买了。没有，我看的是另外一台，哎，它有分型号，你要看型号。对，它型号蛮多种的。我忘记我要干嘛。
每次我一讲话我就忘记我要干嘛。啊对对对，撒撒农药，不是撒肥料。然后好，我就买了，就下单了55寸。然后他说，哎，那什么时候？那最快礼拜六，就是今天。啊，不对，现在已经礼拜天了，算隔现在前，现在昨天，就是两天后可以来安装。我想说，我原本43寸的空间，那我要在两天内把它变成55寸的放在空间，讲真的有点难搞啊。我要把我原先的铁架，因为我原本的铁架，是90长，然后原本的电视柜只有那个80长，那因为已经卡死了，那一整面墙被这两样东西，还有另外一个柜子啊，就是被这三个东西连成一线，就是已经完美的从左卡到右了。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想，那我就把架子，我就去特力屋，我把90，我原本我是那种铝钢架啦，然后我去买60宽的，就我就不买那棍子，我只买中间那个夹层，我就把90变成，我没有床，我的床就是通铺啊，通铺就是我的床，就是上面只有铺个床垫而已，对，要丢还丢不掉嘞。这是什么虫啊？安风嘛，什么？哦，那我就把价值先变成60嘛，那90变60，我就腾出30的空间。那原本90的那个电视柜，变成说，那我就不行用，我要去买一个。所以我今天早上，不是今天早上，礼拜六早上10点。我又杀去特力屋，再买一个120的电视柜，这样子。啊，不对，应该不是杀去买特那个电视柜而已，55寸，你就想想看，原本42寸，然后突然跳到55寸，我要挪出的空间有多少？其实还好哎，说真的，我今天上买下来。银行的优惠加上特力屋会员的优惠，还有寿星的优惠，我买了，我这样架子60公分的架子跟120公分的电视柜，我这样买一买就4000有找，还好啊，这样算很便宜了。因为电视柜说真的，你要好的电视柜价格其实蛮高的，但我只是要买一个那种，对，我只是要来放，就是加点放电视的，我不需要买到多好，所以我电视柜就买1300而已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买是其次，买都还好，重点是那个我跟那个店家约是约礼拜六下午安装，那我早上10点去买嘛，那等于差不多11点回家，所以我要在两三个小时内，我要把那个电视柜煮起来，这才是最麻烦的，要把那个架子跟柜子全都煮起来，然后在那个人来之前，在送电视那个人来之前，然后赶快把它丢定位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最这几天都没开啊。啊，不，礼拜我没开是那个，我跑去看电影，看一个那个啊，算看回忆吧，就看《刀剑》。啊，想真的其实蛮微妙的。然后跟你讲，然后电视装好了，然后东西都就定位好了，房间也顺便大扫除一遍。这时候已经晚上差不多6-7点，我想说，好，都弄好了，今天可以用新电视开台了。结果
我把电脑的线都弄一弄，然后主机线也都弄一弄，然后发现一个很微妙的问题，就是那、啊、我的电脑接电视没有画面，不然就是那个花屏，就是有讯号，可是是那个，就有点像那个 Windows 当机那个笑脸一样，要是蓝屏蓝色，它跟 Windows 也是蓝色，可是有时候蓝色，有时候紫色，反正就是有画面，但是就是那个画面就是完全卡住这样。然后我上网查半天，然后大家都说什么去调那个 NVIDIA 的那个显卡设定啊，又也调什么调什么啊，然后全部都照做了，然后都没有屁用。我想说，哇，不会吧？难道我的新电视，我辛苦了一天就坏了？不会吧？然后我就整个一整个很忧郁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不会吧？搞一个礼拜六，我唯一少数的假日，一整天在搞这个，然后电视是坏的，真的会崩溃。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我换了很多线，我家最多就是 HDMI 线，有十几块二十条，然后我就全部都换过一轮，然后问题都还是一样，我想说可能真的不是，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一定不是线的问题，我想说一定不是电视的问题，一定是线，我想说一定是线的问题，先不要怪电视，我没那么衰，我不可能第一台要买到机王，哼，啊，结果。是十几条线还是不行，我想说完蛋了。后来我就看了一下 PS5， 啊对哦 ，PS5 它送了它本身主机那条线是那个 HDMI 2.1 的，那我旧的线全部都是 HDMI 2.0 的，我想说应该不会，我想说应该 2.0 2.1 应该没差别。我就想说，算了，试试看吧。啊，就二的音条插上去，可以了啊。好呗，那就搞半天，就只是我的线，对，我的线太旧了。哎，那顿时我就拿着手上那一堆 HDMI 线，然后什么？那个 HDMI 2.0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嘛，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对啊，很瞎。啊、问题是那条本来就是拿来玩 PS， 因为我 PS5 的那些其实 PS5 的那部分功能，就是我会挑这台，为什么我会挑这台55寸的 Sony， 就是因为它的一些功能，就是跟啊，毕竟是 Sony 他们自己家的嘛，那跟 PS5 是最大的，可以发挥 PS5 的效能啊。那所以我明天又要再去一趟，明天要再去一趟卖场买那个。再买一条2.1的线，没事，只要这个东西忙完了，到年底就没什么好买的，可以安稳的每天大熊。啊，话说我也不止大熊，我音速小时也到货了。然后战神到货，我去取货的时候，我顺便也买了战神，所以之后可能也会开战神。然后我的银河游侠六，讲我一定要玩，我今年一定要把它玩完。等一下，靠腰，下礼拜是不是要出宝可梦啊？干，挖的坑越多了，啊。永远填不完的坑啊！错了。可是我觉得宝可梦，没有，应该说新是它有资源 2.0， 可是 2.0 感觉好像是就是一般游戏机可以主机可以支援。但好像电脑不支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我之前旧的电视，
用那些 HDMI 都是可以直接接的，又没有这个问题啊。只是我觉得那电视其实也蛮久了，差不多也有八九年前了，八九年前买的。我想说，哇，才过个不到十年，那电视已经进化成这个样子了。而且我当初那台42寸啊，买差不多快30000。然后现在的30000，如果你不挑牌子的话，我30000应该可以买到75寸哦。如果你不挑牌子的话，一些杂牌有没有75的 ？Switch OLED， 我是没有考虑过就是啦，除非我的Switch坏掉，或者是任天堂他有要出那个Switch 2，或者是Switch Pro， 不然我应该是不会再买Switch。就除非我特别它坏掉了，而且我这台 Switch 我是被坑的，但也不算被坑吧，就哎，我是太急了，我觉得再等那么一下下就好了。可是谁知道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会代理啊，靠呗！我 Switch 是买那个《魔物猎人》那个 Double Cross 的那一个同捆机，是当初哦。当初这个同捆机在卖的时候啊，日本在卖的时候，台湾是没有要代理 Switch 的。台湾那时候还没有代理 Switch。然后我只是订，我就订了。结果到货的时候，那个店家打来跟我说价格的时候，我又差点没，我耳朵不知道是不是听错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先生，你那个魔猎人那个 Double Cross 同捆机到货了哦。”啊，我说：“那请问价格是多少呢？”他说：“16300。”我说：“啊哈，一万多少？”他说：“16300元整。好，我今天取货。”我说：“我想心里想说，哇操，同捆机16300，我那16300都可以买2台新的 Switch。”超贵的啊，而且没代理啊，我买的是纯日的日版同捆机啊。如果在我买这台同捆机的半年后，台湾就代理 Switch， 就有台湾版，就是有台湾公司货的。啊，你们那你也知道后台湾公司货的 Switch 有多便宜了，对吧？在台湾代理之前 ，Switch 全新的 Switch 差不多一台也要快10000或11000左右，然后代理后我记得好像就降到。就直接降到8000-9000了，那现在那更便宜了。那我当时就没办法，订都订了，不去领又不行，那就硬着头皮去付那16000，对不对？坑啦，都是坑啦。然后就从那台Switch开始，然后就开始第一次直播了。我第一次直播就是 Double Cross， 还不错啦，那时候。就是那时候播的还蛮开心的，我有把那个主机的价格忘记一点。现在想想还是很气，真的。所以现在很尴尬啊。你现在我就想，就是如果今天要买日版的游戏，那我就已经做好打一开始就是当被当盘子了。反正现在你只要是买纯日版的都是盘子，对，那我就是那个盘子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好恶心哦！拿在手上，然后那瓜牛会这样揪来揪去，哎呀，好恶心！OK， 那山上的东西都差不多采过了。会秋天会有栗子跟。哦，他已经剥好了，怎么跟我刚刚捡起来的东西不一样？因为是已经剥好了。哦哟，
欸，我是把一个好的花。呀，好奇怪啊！欸，我们今天是不是？那好像什么事都没干哦。然后就过一天了。然后去挖个矿，说好的那个矿奴呢？按错了。哎，我记得食物血偶尔滴好像不能接电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门，还是他后来新的可以接啊？因为我记得他有出一个，后面不是有出一个新的，然后是不能接电视的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哦，那我应该是讲那个 light 吧 ？light 然后就是不能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乌潘去酒。这个怎么会翻潘去酒？我觉得这应该翻错了。我想验证一下。因为这个的日文应该是念 Fruitsu Punch， 如果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子。那其实应该要翻成鸡尾酒，翻去酒啥想？また来てね。いや，其实就是有时候为什么我比较喜欢玩原文的原因，就是看到一些也不能说他翻错，但就是哪里怪怪的。啊，七点了，忘记买药了。啊，忘记带人来了，有那个轻松稿子之后，一定要带人来。直接 double 啊！碰碰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よし。よし。对啊，音译啊，他是音译啊，所以我才说他也没有翻错啊，而只是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，如果他这个词本来就有一个原本的意思在，那我会比较欣赏你翻那个意思。对吧？啊，不过音译一直都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最没有风险的翻译方式啦。它念起来像，念起来是什么就翻什么，是最没有风险的。但是看着最难受也是这种。忘记吃化石药啦。哇，今天是谁啊？看来我转运喽。楼梯连发。而且，公布你说我这个时间开，你这个时间怎么还在？你不是早睡的人吗？
嘿，不可以熬夜哦。不可以跟大熊一样哦。你会变，不然你会变成下一个大熊。泡了一大杯咖啡，今晚再不用睡了。呵呵。没事，我明天也放假，不，我今天也放假。什么？才隔三天没有玩大熊，我突然觉得挖矿好好玩。完了，这个心态。不对，我觉得这个心态不可取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觉得挖矿好玩。会回不去的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好玩呢，胖虎的关系啦。还有那个轻松稿子，他们都跟我一样一下就数好，就觉得好快哦，那挖起来超快的。好多化石，超多！哇，断烂了！咖喱有骗人的，730没有很多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またね。哦，对啊，我现在看到，哇，在前面，战神哦，战神，我是听朋友讲啦。
这在游玩时间好像挺长的，我觉得很棒啊！我很喜欢听到那种就是玩那个内容很长的游戏，我用脑我都觉得很值得啊。只是因为如果 连那种一般人玩都觉得久的游戏，那我来玩那会玩得更久，所以好麻烦，感觉是个大坑。那个索尼克那个边境那个，因为我本来就对音速小子兴趣没有说很大，我是为了那个 Colonnade 那个特点才买的特点云，他可以把里面的音效换成那个轻音的云啊。先不说这个，我去，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兴趣的关系，我就后来去看云了一下别人玩的那个内容，然后我发现怎么感觉后期好像蛮好玩的啊，还有技能可以点，感觉还可以啊，勾起了我的一点兴趣。不过我想想，十一月大概就还剩宝可梦，对我来说只是宝可梦而已。然后那个莫比乌斯那个，我觉得先观望一下了。然后十二月大概就是武士少女跟那个核心危机吧，总之。最需要的是时间。我那个剪退群那个简介下面那个已经玩完的游戏跟没有玩完的游戏，我不知道已经 N 百年没有更新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更新它，因为我觉得我更新下来一整排全部都是我没有玩完的游戏，一大排的。其实很奇怪，我明知道这样子不好，明明知道应该要先把一款完完全全的玩完，再去动下一款，那每次还是忍不住先玩，先打开来看看长怎样。啊，这一打开就不得了，完蛋就开始玩了。唉，我习惯。但这次我一定要先把大熊玩完。可是大熊怎样算玩完呢？剧情主线，对，他有主线，大熊是有主线的，对。可是不行啊，我觉得大熊的主线对我来说不是一个 ending 啊。我觉得大熊的 ending 应该是，对我来说 ending 应该就是那个至少那个蔬菜不是，至少农产品要全五星。对，那个什么五星的那个什么鱼跟虫的图鉴呢？那个我可能就算了，但我觉得农产品是可以自己控制的，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求五星，好遗憾哦。啊，不过有一款游戏是有几个系列我一定是，只要出了，我一定是先玩，所有的游戏都会先停下来。那个魂系列，对，方寿出的，只要方寿出的，我一定会先玩。然后再来就是炼金工坊嘛，炼金工坊就必玩，对，必玩，然后必定白金。
后还有弑神者，弑神者系列吧。弑神，弑神三座城那不一样。我是觉得弑神是应该是，我不太乐观了。我记得弑神那个团队不是有一款新作吗？好像有不要出了是不是？炼金有啊，明年三月来杀山啊。虽然我没有去看有什么新情报，反正不外乎就是一些，露腿露奶的之类的，然后还有新的系统吧。啊，新的系统我就不看了，自己当下体会比较重要。啊，只有14个，哎，看你这句话真的是讲到我心里去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年纪大的借口，我觉得也不是摸没有时间的借口。我觉得对，不是没有时间，也不是因为年纪挂的关系，单纯就是，对自己的要求我觉得越低了。看以前玩游戏是一定要玩到精。我觉得就是玩到至少精通，那我可能才舍弃，然后去玩下一关。那现在已经变成是就是，我觉得我有兴趣的，我就把它全成就。那如果兴致没有太大，然后或是当下出了另外一款让我比较兴趣，我可能就直接停下来，或是直接就换另外一款玩。对，以前就是跟现在发现自己差别并也蛮大。有时候我回头去看一下以前的那个记录档，因为我预测都会留。我有时候看一看，我以前到底是哪来的那个毅力？对，我到底是哪来的毅力去，就把它就是可以玩这么久？像我看到那个时候玩大熊玩了200多小时，有病哎！我那时候真的有病，那时候一定生病了。一代那个食物学大熊，我还能玩200个小时，哎，一定是当时真的没有游戏玩了。他怎么一个都做不出来啊？怎么穷？哦哟，我不是不晓得，不会优格不行，太贵了。太惨了，大熊没有东西吃啊，烤鱼啊，烤个鱼应该可以吧，不过分，鲈鱼嘞，哎，没错，鲈鱼烤箱，不对，平底锅。多少的？只能吃药了吗？吃药吧，喝药时间。话说回来，我今天去特例屋的时候，哇，人山人海，
第一次看到特地五人三人来夸张。我自己是不太会特别在双十一就是买东西的人，应该说以前的双十一我也不会这样，就是特别去买东西。啊，这次是因为刚好买了电视，然后又有其他就是有需求啊，比方说就是为了电视要买柜子啊，这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就才去一些卖场。我靠，可能人傻小，这坨人到底是啥？一堆一大群。我一起去特意买一些材料的时候，也都没那么夸张，超多人。掉两条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他一条就吊打我了。忘记还有这种乐色在，乐色漫步。三天没玩，我就忘记漫步了。送你啊！给我什么？他们说沙丁鱼哦。啊，真的是沙丁鱼。十班可以啊，十班再来一条十班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拿沙灯拿沙丁换给我沙丁，你好样的。哦，居然十五啊，那我刚哦，我说他刚是给我三条沙丁 shit， 吃鱼假修最爱的。再掉一点，再掉一点啊！再一些，再一杆。哟！我小时候超好看的，以前我超爱的，现在也是很爱，就是。对啊，我还没有看这书，就担心会毁童年，所以我不敢看。
灯要亮啊。话说大佐，大佐是不是没什么在玩？哇，五星枪笔，也是啊。玩，对啊，战神吸了一波去了，然后林书小子可能也吸一波去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最近还有什么东西 ？COD 之前的，还傻小。おやすみ。其实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宝可梦就神奇宝贝，觉得没什么，就是神奇宝贝比较没有分早晚晚玩的问题。我说什么都是。おはよう。そうだわ。実は。啊，话说神奇宝贝，我今天看那个新闻。啊、不是 KN 那个 55X85K 不是 9000H、欸、我用手机打好了，我不敢跳出去，我怕有宕机、欸、85K应该是这个吧，我看一下。我还没录嘞。对啊，55X85K，没错。咻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看新闻什么意思？哦，宝可梦的那个新闻哦，它在出的野餐系统。就是以前我们不是孵蛋，或是那个神奇宝贝要出蛋的话，就是要带在身上，然后孵蛋的。是的。然后或者是那个双寄养孵，然后出去走一段时间，他们就有蛋了。那当然蛋种要一样才可以，蛋群要一样才可以。然后它多了一个野餐系统，就是，他们可能有时候就是你可以让他们野餐，然后加速他们的那个。生蛋或孵化的那个速度这样子，我想说，哇靠，这不是野战系统吗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それで、ですが、看，对啊，讲好听是野战系统，讲难听点，野战系统。来，给你烤地瓜。悪いな。大丈夫だ。你给烤地瓜。呀。あれ？呀，ごめんね。呀。
天天一个烤地瓜，真心健康。可以收。来看看这个点心半管极限。哎呦，揉面筋。哎呦，哦，看这个有撒高肥，对，王国肥。欸、还是点心半碗的，我觉得我白死，我白傻。哎呀，算了。对啊，要傻要傻，应该就要一开始就每天傻了。我其实太晚了，我只想看看傻傻起来变怎样。我傻错了，我应该傻一格就哭啊。等一下，如果说，如果说那边已经好了，那这边不就也？半星。我记得这个我们好像撒过去吃就是。应该是找一星吧，找一星，压减呢，半星两百三百六，一星三六，哇，再加一层，再加一层的功夫。我刚刚想说去买高肥来撒哦，可是想想高肥一袋40，那它多了半斤，只多了30多块，算了，好像亏烂，亏烂。呀，阿莫萨，好了。那无线充电真的是很烂。想说今天挖整理的时候挖到一个无线充电器，结果一直断断续续的，有充没充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ございます。問題ないです。
啊，我去接饼干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大概那个爱情不实心，然后毛皮也实心的话，应该就会出那个黄金系列，黄金牛奶、黄金鸡蛋。对，我明天，明天要收成。哦，我阻止不了。他很，你开一次台，不是开一次台，一天最多给你延迟30。然后每次5分钟，你最多只能延5分钟，你没办法阻止他播广告。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已经停掉片头广告了，但中间他硬插那个我都很。没有想懂啊，就最近看退学的那个新闻，就觉得哇，就已经有一个人在给你们示范什么叫做买下一间公司，然后把他们搞垮。退学那个我真的越看越觉得很荒谬，你知道吗？刀具箱与收纳箱与满。Oh no！ 嘿，
这样有你那个群，你加入个群，他们群里我们就来工作。嘿嘿嘿。一直疯狂打哈欠，我感觉我是有精神的，可是我想说一句为什么？讲，我也是晚上去看，我也是晚上在看，遇到问题之后去查一下官网，去查一下这台的详细说，然后也是看到这个啊，然后我才因为已经装上去了嘛，所以它是背对墙壁的，然后我也不会特别去看墙壁后面是长怎样，所以我就把电视移开来看一下，靠腰，它1、2、3、4个 HDMI 的孔的功能都不一样，傻小。对，它 HDI 的第一个孔和第二个孔只有支援 4K 跟 HDR， 然后第三个孔它才有支援到那个 VR 跟那个 ALN， 还有那个120Hz， 那第四个孔只有支援120Hz， 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能够搞得这么复杂？啊！神机收藏，我确定，因为其他两个道具我实在是用不到，很少用到啊。お大事に。今日はどうかしたの？あら？不。欸，这个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法，因为你跟我查到的是一样的。不过我试过这个方法没有用，我还是看到有另外一个那个 Mobile One 的人讲说，就是你要进到那个，反正就是个人化系统里面啦，你要先把电视的那一个，因为电视的它预设是那个解析度是4000多帧，4000多乘2000多的，
语，你要把它改成 1080p， 然后这时候改完之后，你要把电视先关掉，然后电脑重开机的时候，电视打开来，你要让电视跟着电脑的那个讯号一起重开这样子，那才会变成三台都是 1080p 这样子。干嘛一个电视搞得这么麻烦干嘛？突然觉得以前还方便的，以前是随插即用的东西。反正又是靠着这种很偏方的那种奇怪解决方法解决。只是明天还是得去买线就是了。我不想为了一台。为一条线，然后一直拆来拆去，拆来拆去，太累了。马达哥哟，话说这个瓶子啊，瓶子我还没有用过。よく来たな。哇，换条线就解决了，搞那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还没玩过，送瓶子。谁呀？哇哦！我靠！哇哦！啊，干！啊，也是一种心意吧？不能这样讲，不行，太势利了。我们看到黄金蟾蜍肉的下一个东西是真的有点差异啊。啊，我知道我要送进去什么东西了。我记得那个瓶子，送瓶子那个东西。不会真的不见，它会复制一个到上面去。这个一定很少人有，这个绝对很少人有。啊，这个，五星魔香精啊，要不五星豆腐砂。真玩家，你下去。我掉的。我掉的大大的。他的选的是他选，我觉得他既然要给人家选词类似黑魂那种建言，可是他给了一大堆都是形容词，就是很难欸。有什么奇怪的词可以用？
また来いよ。OK， 我决定了，玩完今天，我来就睡了，撑不住了，1:15，哦咦，挖个矿，我不这个我要种菜，没时间挖矿，哎呀，完蛋，今天没有。吸了地瓜，对吧？地瓜开始那个，有九个一星的加减。好，晚安。有刚有一瞬间恍神。我一直觉得大雄这个其实应该做出来的食物不能卖钱才对，我觉得一旦做出来的食物可以卖钱，我就觉得那种奖啊，就失去了些什么。是还蛮想做 plus 版，可是我生不出那么多奶油。嘿嘿，刚一瞬间红色。真好赚，奖牌没有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晃神频率太高了，该休息了。连我在按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好啦，晚安啦，晚安啦。啊，怎么撑不住了？太晚了。